狐狸族用竹片把它的皮肤化开，形成一丘一丘的像鳄鱼皮一样的这些纹理。库库库库族他们的殉尸葬礼是非常独特的，因为80年来已经没有再继续进行像类似的这些活动。很简单的一张生活照，可是对于当时72岁的老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张照片，因为他没有办法取得这些照片，其实是可以活在当下，带给当事人一些新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影像分享带来的是开放诠释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影片回家，让影像回家。泽兰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来吼，我是谢德清，欢迎你加入见识南岛的行列。1826年，由聂普斯所发明的照相术，改变了人类对影像的看法。那到了1841年的这个卡罗式的照相术的发明，那将从原来从静物化的思考，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也就是肖像或者是田野调查。那19世纪中叶，由奥斯曼男爵所推动的这个大巴黎的新建计划里面，摧毁掉了许多中世纪的旧城区。不过当时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哦，那么透过照相术，然后开始留下了巴黎街上所有的街景、人物跟样貌，也因此这些资料留存到今天，变得非常的珍贵。我们可以同时应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当时所留下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所呈现出来巴黎原始的风貌。而并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区域都有这么幸运的可以留下自己的影像，尤其在过去哦，那照相无论是它的器材或者是它里面的一些人物哦，而且会使用的人都相当的稀缺，因此只有极少数的人或者是社群留下了自己的影像。而这些影像留存下来，并不是因为它稀少而珍贵，而是它所承载的记忆，这些记忆里面让我们后世的人能够爬书，能够整理里面所承载的这个生活的脉络跟他所有的情感。而在今天的杂乱见识南岛，我们要从这影像的角度一起来看看，到底对我们南岛民族所有的这些历史资料里面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哦。那泽清呢，来一一为大家介绍。首先，第一位是人类学家童云照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那第二位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我们航海探险家刘林森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样是老照片，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无论是它当下的力量，或者是它所能够承载的这些情绪或者是记忆哦。不，通常哦，应该说当代里面其实有一个议题，就是大家常在讨论，也就是伦理性的问题，是照相的，就是摄影者有时候是不邀自来的，然后甚至于他是在一种。因为像没有，就应该说对他们有一种图文冒犯的情况之下，所以目前为止啊，就是或者说老师你怎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界定我们拍的跟被拍之间的那种礼仪跟关系呢？主持人讲这是一个非常近代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啦。我们会说凝视哈，摄影机是一个工具，我们经过这工具，某一些人去看另外一些人哈。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第一个主要的田野地是在大溪地，我在我主要田野工作的阶段，我是没有拍照的。好，然后我拍一些有点像空镜，然后拍一些街景什么，我不看拍近距离，不拍人物照。那怎么样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对方同意，那对方怎么样同意，也不是说去签一个知情同意的一个同意书，而是说你的在那边停留时间是时间长的，比方几个月半年什么的，好，时间长彼此熟识，然后在对方大家都觉得很自在的情况下去拍，而你个人作为他们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可以适当的去拍这样子的一个影像。是，那刘老师呢，以你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也涉足过许多少数民族，就
的生活的场域哦，那你怎么样去突破这样的限制呢？那跟童老师是不大一样、哦、那我们去的地方尤其是跟刘老去的地方是蛮特殊的地方，导师他们对外人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居然这么远跑来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记录，或者是他们有举办仪式的时候的一些纪录片、嗯、他们非常高兴，而且他们甚至于把已经遗忘的或者是认为这个是不重要的他们的传统、嗯、他们认为外连外人都那么重视，他们应该更要重视，是导师对他们是一种鼓励而不是一种侵犯、嗯、那这个是跟有一些少数民族是不大一样的。是，其实从刘老师的那个访问里面，我很想到一件事情，就其实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也改变了被观看的人嘛，对不对？就我们的行为其实也改变他们。那在就人类学家来讲，就我们不希望他们因为我们而改变嘛，那这怎么做呢？ 我想那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我们都在互动，嗯，互动当中彼此影响，那我们不可能抽离在那个当时的时空之间，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诚实的面对，我影响你，你影响我，是，那我们彼此承认这个就是这样子，那只是说对方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哦，好，包括刚刚想说入境，对方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对方同意，然后我怎么样，我未来可能怎么样运用这些影像，对方有知道的机会，然后他同意。嗯，那就像刘老师刚刚说的，我们的确会碰到一些情况，在地的人会非常希望非常高兴说你要来拍我，对，可是重点就是他希望你拍他什么，比方我会碰到一些长辈，他会不喜欢你拍生活照，他要你拍他正襟危坐，很穿了最好的衣服他给你看，他对于什么样是一张好的照片，他如果能够参与选择，参与设计，参与未来的放映或者是观看、嗯、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对他对方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是他也不是一潭死水，对对，但我觉得这里面就好奇了，就是如果像刘老师你们到就是到了这些难得一般人外人难以抵达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也是希望看到他原始的生活样貌，可是他偏偏拿出来是另外一个样子，那老师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还说没关系我就都拍呢？我觉得童老师讲的是很正确，因为被拍摄的他希望表现最美的那一段，对，跟他的面貌，他有一些他认为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地方他会隐藏、嗯、那问题是拍摄者你希望表达的什么东西、嗯、然后对他们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冲突、嗯、那这个是要看拍摄者就跟童老师讲的两者之间的一种互动是正面还是负面，是，那我们今天呢透过两位来宾哦，从不同的方向然后针对就是老照片或者说这些历史记录里面到底影像能够带给当代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埔里族化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当地的特色，包括他们的树叶或是披在身上的羽毛，涂在身上的矿土确实是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欢迎你回到早烂见识南岛，在今天的第一位主讲人我们邀请到的是刘宁森老师，刘宁森老师呢是一个海洋探险家，也是长期推动海洋教育跟国际文化交流一个重要的倡议者，2008年曾经以复原明代的浮船太平公主号来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壮举哦。那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刘老师要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像，来自于1993年跟他的父亲，也就是台湾史上重要在文化跟艺术史上重要的国宝级人物刘奇伟老师，那么当年在深入了巴布亚牛几内亚所看见的这些影像，那究竟带回来什么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多年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质变跟量变哦？那老师呢今天就要就人类这个人类的目前世界上最后一个石器时代世界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来我们分享这些珍贵的影像。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一起欢迎刘麟森老师。大家好，我是刘麟森。我跟父亲刘奇伟一起参与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旅行，1993年的巴布亚纽几内亚之行。刘老他是受了台湾美术基金会的委托，组队前往巴布亚纽几内亚，那主要的目标是收集当地的文物送回台湾，提供给我们的国立的博物馆做典藏跟教育用途。那这是一块他毕生最向往最想去的一块地方，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一块没有经过外界过度影响的一块乐土。那他认为这个是他摆在他人生的第一目标。那在这个行程的过程之前，他已经有花了几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做准备。那他准备出来结果是前往四个地区。第一个就是布罗洛，那算是一个高原。第二个是塔巴群岛，那是已经在靠近赤道的地区，非常温暖的海岛。第三个就是塔瑞高地，那是比较冷的地方。最后一个是西比河流域。那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布罗洛的库库库库族，他们的殉尸葬礼是非常独特的，因为80年来已经没有再继续进行像类似的这些活动，但是呢，他们这些殉尸还是保有非常完整的样貌。沃伊瓦部落的葬窟是三代葬在一起的。在新几内亚，殉尸是一项最高荣誉的厚葬，只有对社会有贡献或阵亡的战士才能享受这份殊荣。若是一般平凡的族人，就只能放在尸架上，让它腐烂约一两年之后，才能再举行石骨葬。那在这个当地最重要的一个科卡葬窟，我的父亲看我跟被拍摄的对象，也就是殉尸贴得这么近，他觉得说，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我说不会啊，这个不是应该很自然吗？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第二站我们到达了塔巴群岛，也就是在靠近新几内亚的北边，比较靠近赤道的部位，非常温暖。那岛上的会所是族人们的生活的重心，所有的重大事情都是在这个会所里面举办，因此他们的仪式仪礼等等的，包括他们的墓骨，都会在这个会所里面举办仪里面的重要的一份。那这样的墓骨，我们所知道它在所有的南岛语系的民族里面几乎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也大家都使用这样子的墓骨。那它的声音可以传递的非常的远，可以跟隔壁的邻村做适当的沟通，甚至于在有感觉到威胁有敌人来袭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作为一个传递的工具。那在呼里族，我们到达了塔瑞高地，这是我们的第三站。化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当地的特色，我们现代人把它叫做美容，但是我们现在先看一段影片，看看他们的美容是不是比我们高明很多。呼里族人是相当喜欢打扮自己的族群，即使是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也会在脸上或额头上擦上几点鲜红的颜色，而这些鲜红的色素是取自一种类似桂皮树植物的树皮汁，当地话叫做 Hiwateka。在举行大典的时候，他们才会用红土、白垩土、灰土
以及大量的黄色矿土涂抹在脸上，做浓厚的化妆。早先人类化身的目的，原本是在战争的时候用来吓唬敌人，或是在求爱的时候用来引诱异性。等到日子久了，它便成为一种美的象征。借着色彩，可以使精神蓬勃，或是振兴他们的勇气。而他们也深信，在化妆之后，便可以更接近神灵，并且和他沟通。所以忽里族人在身体上染色，或是在脸上涂上色彩，都是一种力量的表现。所以他们的美容确实是比我们高明太多了，包括他们的树叶或是披在身上的羽毛，涂在身上的矿土，都比我们美丽多了。可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们的饰品在他们身上如此发光美丽，但是带到我们的身上就完全失去光泽。后来刘奇伟他说，哦，可能是我们的肤色太白了，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表现出他们那么样纯真的美，而且能够跟大自然有如此良好的一种互动。这个是在他们的犀鸟会的这个壳子会背在背上，然后猪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饰品，而且也是他们的钱币。那在我们都市人里面来讲，我们身上戴了手表或穿了一些漂亮的衣服，但是他们这么漂亮的东西挂在我们身上就不合适了。那这些可能就是文化不同，让我们深入他们的地方去认识他们的文化，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我认为刘老跟当地的巫医坐在一起是变成两个巫医。我记得我在身上那个时候满身，在当地上一站停留的时间被跳蚤咬了大概足足有36口，全身肿到不行，又痒又痛，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我把这个身上的这个伤拿起来给巫医看了以后，他说，哎呦，没有问题啊。他嘴中念念有词，到他的药草田里面拔了一把药草，狠力的在我身上抹了一下，结果我整个人原地跳了起来。因为我仔细一看，那个是一把咬人猫，但是最奇特的就是居然不痒也不痛，就算痛的话，疼痛过了以后你的痒完全疏解了。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我还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夹了一把这么样子可怕的叶子带在身上，来解缓我的这个困扰。在西比河流域我们到达了以后，我们逆流而上，希望能够到达上游。那在沿途有几乎每一地都有各种操着不同语言的村庄，那因此我们变成需要有翻译来帮助我们的主翻译，然后他再把翻译成英文告诉我们。我在跟父亲刘奇伟做沟通，大家可以想这个几层的翻译过来，他是不是会走样？没有错，他会走样。那因此我们希望用影像能够带到一些最重要的重点，让大家认识说，哦，这样子的文化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地方。那在逆流而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西北河里面，在雨季大水上涨的时候，急流漩涡几乎每一公里都有。我们还在出发之前才听说，一个月以前就有一个日本人，他因为落水然后找不到他，一个礼拜以后他才获救。我们还真的替他庆幸，因为西比河里面更有名的就是那些大鳄鱼。那当地的很有名的就是精灵屋，我们这边叫会所。那在阿伯冷的这个地方，他们的建筑是
可以高达好几十公尺，但是没有一钉一铁，都是靠捆绑把它建立起来的。那几乎每一个柱子它的这个都是非常雕刻精美的这些木柱子，我晓得在一些博物馆就把这些木柱子当成他们的镇馆之宝，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这些雕刻是有多么的精彩。那在这个族群里面，他们是用竹笛来当作主要的乐器，那在远远听的时候有点像教堂里面的管风琴，所以我很奇怪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西比河流域里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管风琴的声音，就我们看到是他们在进行这样子的仪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背上，在原住民的社会中，疤痕是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西皮克河流域，我们看到的疤痕形状大多是以条纹或点状为主。制作疤痕比刺青更为痛苦，它是先用背刀把表皮割裂后放入一种树木的汁液，等到愈合后凸起成一个个疙瘩，便成为疤痕。为了打扮自己，他们往往需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来制造疤痕，而这也正是人性喜爱虚荣的一种表现。他是用竹片把他的皮肤化开，然后让这个皮肤结痂，然后形成一丘一丘的，有点类似像鳄鱼皮一样的这些纹理。那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取得跟鳄鱼一样的神出鬼没的这种功力。那在当地西比河中游也有非常精美的雕刻，那这些是刘奇伟他一辈子想象说能够亲眼目睹这些精美的祖灵像的地方。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真正经过了一次文化的洗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能够分享给大家，谢谢。1955年来义的这边的几张照片，其实是同一个家的前面。换句话说，研究者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会受限于他的人脉，他不只是来查拉斯家拜访他们，因为他的专门知识，而是也非常需要他们在生活上的介绍。所以这个在学术知识的累积或者知识生产的过程上，让我们有比较精准的认识。欢迎你回到早烂见识南岛。下一位，我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位这个主讲人哦，是童元昭老师。那退休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的童老师呢，长期以来都透过影像的研究来关注这些原住民族的生活样貌。那么曾经也主持过典藏民族志的影像计划，并且呢将收集来的影像然后公开的放映，并且持续的跟相关的人士来互动。那么也因此呢在这过程之中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那么在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那童老师今天将针对老照片当下的力量与我们分享。那我们先用热烈掌声欢迎童元昭老师。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老照片到底在现在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力量哈。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比较熟悉博物馆，特别是台大人类学的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我们都期待去里面看到一些物件，那我们往往忽略了许多的博物馆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影像的典藏。那这影像，老的照片、历史照片可以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以前我也觉得它就是一些特殊形制的一些底片，一些灰灰白白黑黑的照片，看起来都很古老很遥远，可是它对一些人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马上先介绍大家一个小小的我经历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让我体会到这些照片其实是可以活在当下，带给当事人一些新的力量。这是一位长辈，他在18岁的时候，两位台大人类学系的老师在1950年代从屏东到台东，沿路经过他的部落狮子乡这边一个部落，他拍摄的。那这个照片，18岁的非常美丽的个照片，这位老人家在70岁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照片送到他的手上。那我当时在2007年请我的学生把照片送给他，我大概过了2年的时间再去他家拜访，就跟他确认他拿到了这个照片，他就很高兴的回他的家里面拿出这张照片。这个就是他的女儿把他的照片做成2008年的年历，我去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那这个年历是他的女儿用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为，把他妈妈青春的一张照片带回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也成为他们家共同的记忆。他妈妈可能已经遗忘了，女儿是不曾见过他妈妈18岁的样子。所以这张照片我去的时候过了2年2008年历已经没有效了，可是他妈妈仍然很珍惜放在客厅的这一张照片，所以他也促成了世代之间情感的交流，世代之间的理解。那我因为要来提供的节目这一张照片，就特别也打电话到村庄里面去说我会用到某几张照片。那他的邻居就告诉我说，他的照片做成的年历仍然放在他们家的客厅。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小，对我们而言很简单的一张生活照，可是对于当时72岁的老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张照片。为什么不容易？因为他没有办法取得。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可以取得，我们看到的多半的情况下是个人的照片，或者一些个别家族的照片，他会作为一种公共符号。像这张同样的照片放在狮子乡乡公所的文物馆，他们举办了一个夫妇的一世情这样子的一个特展，一个文宣的重点，他也做成旗招，也做成非常大的一个布幔。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说，他18岁的照片作为一个宣传的重点，作为一个共同的一个公共的符号，那实际上是去个人化，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他18岁有一张照片那他做成是象征整个狮子乡的一个青春活力。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影像停留在典藏单位或者停留在某一些公家单位，他没有办法回到个人，没有办法回到家庭。那他如果回到个人回到家庭，他可以发挥的作用，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女儿对于她妈妈的珍惜感情的展现。这个事情的重要，除了对于个人对于家庭的重要之外，也包括实际上我要强调，就是说照片有个人，不管是个人自己或者个别家庭或者个别社群社区部落，它有解释的空间，或者我更严肃的说，它有解释的权利。好，这是跟他相关的相片，他本人的相片，他自己部落的相片，他有解释的权利。好，这个不需要停留在典藏单位或者公家单位，由其他人尽可能做出一种貌似客观的诠释。我们不需要只有一种
诠释，我们可以有多种诠释。好，对不同人而言，这样子的相片，这样的影像有什么样的意义？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影片回家，让影像回家，让这样的影像作为一种资源可以分散出去，可以共享，可以让相关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资源，他可以发展他自己的诠释。那我们在这个照片上面也会看到，这分别是在牡丹以及是在春日两个地方去把老照片带回去的时候，在牡丹的这位花才先生，他就很着急的看比对照片跟当时拍摄者的角度大概是什么，好，跟山的关系从哪一个角度拍的。其实我是也从这中间学到，其实山形好或者某几棵树对于当地人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在春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乡长把一些长辈到邀请到他的家里一起看这个老照片的时候，也有人就会翻出来曾经日本时代的老照片。我记得那是内地观光之后，他们参加人手上会有一本小照片集。原来目前博物馆典藏的照片只是作为一个影子，让他们可以去讨论那个世代是什么样的。那另外大家有这样子对于过去影像的需求，过去影像引发了许多大家对于过去的认识，过去的日子的反省。那这之外大家也准备好了，大家想要留下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在把牡丹相关的照片带回到牡丹去放映的时候，牡丹的人，我们就看那个放映会，在牡丹国小资源教室的放映会，非常惊讶看到教室后面有三架摄影机，那手机拍照更是非常的多哈，所以他准备，他就是要留下他自己角度的对于这个放映会的一个记录。那这个台湾这个社会也准备好了，典藏单位博物馆跟大学也准备好了，好，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当时的国科会有一个数位典藏计划，这是国科会在推动的。好，在数位典藏计划里面，刚刚我讲的台大人类学博物馆的影像典藏，典藏的器物，这些都进入了一个数位化的一个过程。那数位化之后，这些影像跟器物都很容易可以借由数位档案分享出去，也使得大家都可以分享影像，就成为所有人的一个资源。有的时候这个影像，旧的影像带来的记忆，带来的情感上的意义，它是不会说出来的，不需要说出来的，甚至于是不能说出来的。好，那我同样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家人，他们的长辈把家里把他自己的上衣卖给了人类学系，卖给了当时去部落的这两位老师。好，那他卖了这个这件上衣还有其他的物件，因为那个时代在山地平地化等等有许多这样子的氛围，大氛围的一个挑战。好，那他也需要生活中他想要有现金，为的是把他自己的一件传统上衣卖了，他用这个现金去给他家的一个晚辈买一件衬衣。好，然后这个衬衣在他的后来再出现的一个场合，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不愉快，不太愉快的一个场合。所以对于他们家的晚辈，我现在认识的这些晚辈而言，是这个衣服的卖出去，这个衣服的失落跟新的衣服的一个不愉快的一个连结，在他看到照片跟他们后来来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了这个实体的这件衣服的时候，好像有了他们能够取得一种和解，好像有感情上的创伤，好像多少有一些疗愈的意味。好，那另外除了说回到个人，回到家庭有他的非常自己在地的意义之外，这对于学术研究有没有帮助，也是有的。
好，我这边看到的，我们看到是1955年来义的这边的几张照片。这三张照片其实是一个家族非常知名的查拉斯家族的三代。当时台大师生去拜访他们，是因为这个夫妇是一位非常具有专门知识的，专门负责跟农作的技艺这个部分的。哦，那他的女儿刚好是中文跟台湾语，他双语的都沟通无误，所以也是他就扮演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后来我在他许多的照片反复看这些照片，有一些照片就是把也比方芋头放在地上拍一张照，拍照啊或者衣服啊什么的。后来发现其实这种生活中的照片，生活的器物或者食材这样子的照片，跟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人的这个照片比对起来，然后看到那个地板那个石板其实是同一个家的前面。换句话说，台大人就是研究者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会受限于他的人脉。哦，他不只是来查拉斯家拜访他们，因为他的专门知识，而是也非常需要他们在生活上的介绍。所以这个在学术知识的累积或者知识生产的过程上，让我们有比较精准的认识。我们看到因为数位化之后，这些讯息是可以分享的，容易取得的。博物馆的门不是关起来的，我们不是以前记得有人来我们这边拍了很多照片，买一些文物然后走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经由数位化的档案重新的来认识他们，接触他们。所以这样子的影像分享带来的是开放诠释的机会。我们曾经是被拍摄的人，我们现在可以参与来诠释。好，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意识到其实我手上有资源，我可以活用它，我们有公开放映的这样一个比较仪式性的一个场合。另外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因为很多人想要看1934年这部影片，所以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个网页，里面放了除了当时的照片跟影片，我们也把当时我们做在那个放映影片的那个时间，几个相关村落他们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另外我们也把一些日文资料，比方 Malava 五年级怎么样被禁的，好，这些日在里番这些相关的文件里面，我们也把它翻译出来放在这边。那目前是仍然在维护这个网页，所以打内文社群非常欢迎你们进去看。好，这是一些我公开放映。所以我要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影像的档案因为数位化了，它公开了，公开了就请大家去取用。好，讲你自己的故事，讲你自己家的，你自己部落的，你自己社群的故事。我们的自己的意象作为一些公开的符号之外，我们可以自己赋予这样的意象意义。好，谢谢。镜头是有角度的，这个角度是什么？是经过选择的，是。所以我不会觉得只有一个角度，希望是多一点人来拍摄。相隔7年，同一个地区，居然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他们的文化的财产都很多都放弃了。欢迎你回到展览见识南岛。那今天呢，透过刘宁森老师跟童盈昭老师两位从不同的影像关照，让我们看到这个老故事，或是这些当下发生但是在未来会发酵的一些事件哦。不过我要先请教一下，就是童老师哦，就你刚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说心情那样的吗？对啊，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它刚好呈现跟我在老照片那个做法里面的一个可以对照的一个观点，就是影像要怎么样用。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回应了人都会有的好奇心，我们都想要看到，我们想要看到别人不一样的人，我们想要看到我们觉得真实的，特别是刘老师有用原始了，那或者主持人用最后一个石器世界啊，那实际上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脉络，好，那相对的，那在追求一个最后的或者第一个第一次接触或者最后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比较是我们当事人拍照的人或者比较像探险的人的一个追求。嗯，好，那当然我们很好奇，会说那当地人是怎么看待外面来的这些人。那刘老师当年到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时候，就是七年后又去了一趟，这样子虽然是在航海他们这样看，那有看到跟我们台湾南岛民族相同的地方吗？我的感受是，相隔七年同一个地区，居然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他们的文化的财产都很多都放弃了。那像这种文化的冲击，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反思跟反省的地方。嗯，那到底外来的东西对我们是正面负面，那我们希望总是希望正面能够多。那我们的目的是，当初的目的是希望收集文物带回台湾，交给自然科学博物馆作为展览跟教育用途。那是希望我们的国人就是不要我只看到我们自己镜子里面，那我们希望能够打开视野，能够看看外面的文化，那他们的这些好的跟不好的对我们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认识更多的文化。我想这个基本原则上来讲它应该是正面比较多。是因为探险考察以及从早期的猎奇的这种心态，然后又像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尽可能的去忠实的去反映去记录我们的生活，这也是当代的记录者一个重要的嘛。那刚无论是从外来的，像刚才就刘老师其实的影像是从外来者的观点我们来看，还有那我们要怎么样从自己的角度，例如说好，例如说如果我们像打个比方，就是当年如果说这些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族人们他意识到说他的文化在流失，那我们就是或者在台湾的原住民族们，我们看到自己的文化的流失，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观点或心态来记录来保存呢？不给就巨细靡遗这样拍吗？童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镜头是有角度的。嗯，这个角度是什么，是经过选择的。所以个别的不管是原住民或者非原住民，我想既然我们特别强调他的原住民身份，就当然认为他应该有个特别的角度。嗯，可是原住民不同的族群或者他在现代化过程里面他的经验好，或者他的性别他的世代，我相信都会影响他的镜头怎么摆放，他镜头的角度。是，所以我不会觉得只有一个角度，那就是很重要。那希望是大家都来想这个事情，多一点人来拍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年轻人拍纪录片，这个现在摄影机变成一个比较普遍的工具，我觉得这是好事。对，可是像现在我觉得反而是影像教育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都拍，但都拍，真的就是随便拍，那看到什么都拍，然后因为就是拍不好就删掉，拍不好就删掉。其实就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对影像的重要性那种感受也被削弱了。哦，那就是怎么样去，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影像值得保留下来，什么影像就是可以删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课题吧。老师，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我还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可以删掉，所以表示说我在拍的时候我可以很大胆的拍。嗯哼，那我大胆拍，可是我毕竟还是会删。嗯，所以我删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个选择。嗯，我是有某一个判断的。可是那个都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记录，就是你回到个人，他应该有一些他看重的事情。对，他个人就是在如果说个人做一个记录者的话，他要怎么取舍，然后从他自己的观点，我应该让你看到什么，就是由这个记录者来决定这样子。然后我们后面的人就来我们就来解读他的观点，还有他为谁记录。对，为谁记录。就像像我们族人之间有时候我们回返乡去参加像丰年祭啊，如果是按照男性的观点跟女性的观点拍出来的东西啊，真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会经过的会所，他会碰到的人群，然后他参与的这些场合也完全的不同。嗯，所以但这个反而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像教育，就是从这个视角里面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这样子。哦，那老师呢，就是在这么多的
的探险或者是探索的活动里面，其实老师也做了大量的影像嘛。那你觉得这些影像能够留给我们后来什么样子的，应该说可以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文化或视觉影像的资产呢？我想这应该是公众财，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去做的记录，那能够提供给其他任何对这个影像有兴趣的人来使用。那当然刚刚童老师有提到说，如果说由当事人解读他自己的文化应该是最好的。对，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其他任何有机会都可以帮助他的影像的留存。那至于说将来怎么去解读，由他们自己的族人来做解读，那是最理想的。是，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回应刘老师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外人所记录的影像，就是他当时可能是经过当事人同意，可是可能流传了，例如说可能10年、20年、50年之后，这些原来涉及到了包括了就是族群或者是个人的隐私的时候，那这些影像就是老师你觉得说它可以被公开吗？还是它是永远被保存私底下研究呢？这些影像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跟处理它们呢？有一点代表性的一个团体我们可以去讨论，好，这影像里面涉及的四群人可以分别去讨论，要怎么样做着，因为对他们而言他可能手上没有影像工具，他可能这些材料对他是很珍贵的，所以哪一些适合公开，哪一些不适合公开，即使对忽略族而言，我们知道很多人群他在性别上或者辈分上有很严肃的区隔，也许他觉得这个男生可以看，这个、女生不可以看，女生可以，男生不行，好，或者特别是跟宗教跟记忆有关的。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其实光是就是就这些被拍摄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的隐私，也是当代在做这个影像记录里面会涉及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伦理学的区域。那当然了，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希望能够为族人为这个世界保留下来这些珍贵的记录，而这些珍贵的记录呢延续到后代，会让我们的记忆，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语言能够更加一步的延伸，然后让他们能够让更后代的朋友能够看见哦。那今天在时间非常的短暂，但是我们还是一样非常感谢我是刘林森老师还有陈文章老师带来这些珍贵的影像还有故事哦。希望下次早安见识南岛还有机会能够邀请到两位老师，那从不同的角度，从奇幻的视角，从人类学老照片的视角里面带我们来看到不一样的南岛文化。那我们早安见识南岛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做个小小段落，我们期待下次再相逢，再见，谢谢大家，谢谢。我说我们做一个测试，各个部落分成几个部分一起唱祈祷小米丰收歌，结果我们在舞台上只练过2次、3次就唱得非常好了。我发觉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研究需要做一些检测，我们自己分析的族人认不认同，那族人的想法我们了不了解。 Sammy too was hanging around and watching all this. He said, look, I've got an idea. I've got an instrument with me which like the reefs.It's endangered. And if I can record this instrument onto this song, it'll help people hear it, it'll help protect this instrument, it'll show it to the world.